黎明、李嘉欣、徐子淇、刘嘉玲等等呢日就一齐出席慈善晚宴。嘉玲姐仲以一身黑色透视长裙嘅性感打扮现身添。早前嘉玲姐同老公伟仔就一齐去睇好朋友 B 哥哥嘅演唱会，非常尽兴啊！不过伟仔就拒绝 B 哥哥嘅要求，唔肯开金口献唱。他就是这个个性。其实我觉得唱两句也可以的，但他的性格就是很害羞。咁伟仔平时喺屋企又会唔会唱情歌俾嘉玲姐听嘅咧？他不是唱给我听，他自己唱了。他也蛮喜欢跟着音乐来哼两句。嘉玲姐嘅50岁生日就快到啦，有冇打算点样庆祝啊？有这么快吗？我现在不过生日了，等大寿的时候再过吧，让自己休息一下。